威的，专门过来的。昨天晚上大结局，今天专门坐高铁找您的车过来看一下这个打卡这个地方。会刷到一些片段嘛，就也是讲黄河路的，然后就在最近就了解到这边，然后就我们是在那边玩的，然后就来这边看一看。我小时候是在这边长的，对，这还有情节的。今天刚好早上刚过来，准备把这些地方都走一遍看一看。最近比较火，所以就过来看一下。这个牌子好像是比较出名的。这是为什么打包呢？人真的太多了。